哎呀，够啊，细只个，够600-700。还是比啊，你说啊？你头前来啦。我借两个两客啦。哦，来买一千块啦。你这回去凶啊？回去啊，要拜拜神哦，安尼一只甲摕做退兵拜拜去，安尼就好啊。最简单，毋免阁散，阁创啥？臭下啦，一斤偌济？一斤咱算600了啦，一斤算600啦，金盘的偌济？600，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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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，
这两块开偌济？我开三斤啦，四两块多三斤重啊。一块九百，两块开偌济？开多少？开千八。少食个啥？千五了。有啥物食个无啦？来买一千五了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。有啥物食臭个？哎，讲啊，这比甜虾较好食啊，这个比甜虾还要好吃啊。爱食啥个啦？来啦。做一届好无？做一届啦，大家莫搁同时干呐啦。做一届啦，一人两块啊。这两块啦，一千你买有几多块啦？真正。三个人骗着啦，这个我来好无？这个我来好无？这个我来啦。买两千啊，一箱尔拢无啊，啊一千块一千块了。哎，拢往下收了。一千块一千块，一千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了。啊，你无啊，你讲无啊？我先招一个较紧的啦，一千块有人要买无啦？一千块啦，招袂行，一千拢招袂行，一千块了，一千的，招一个一千的无？我今年我等下要拿个贴啊，真正。好，买个一千啊！看到恁这边我就够满，真正。来来来来，三块一千一个啊，嘿。哦，这我吃两只尔，总共才吃两只，我一只不爱小弟吃一只。嘿，总共才两只尔，只有两百块，两百了。两百啦，吃两只尔嘞。了钱你吃，你两百块了钱，吃真正啦。一只蟹，你吃两只蟹。我确定你要多少数量，所以被包走了。够不够呢？七块鱼，八块鱼哦，九块鱼啊，一个块鱼，你讲十块鱼。很差的啦，你讲十块鱼啦，这块鱼有人要吃的无啦？有人要吃块鱼的无啦？这拄啊下早一个小姐一直吵，无。是原本是我找的啦，谁的啦？鲑鱼啊，这有大块，我大块。鲑鱼这要一斤偌济？一斤上海有开五啊五啊，一斤五啊五加价，我遐五啊上价，现在超过两斤重啊，这超过两斤谁？爱食谁啦？来啦，无人客无啦，一人买一份，一人买一份拿来，一人买一份开偌济？一斤咱准五百了啦，这互你开两斤啦，哦，互你开两斤，两斤偌济，开到开一千啊，要开一千，开八百，开七百，开六百，开五百了啦，五百块五百好人啊，五百，五百了，五百了，鲑鱼五百好啦。冰块啊，装冰块啊，来个人来无？五百块鲑鱼，还有谁要？个人要鲑鱼的无？鲑鱼啊！
来头先起来。好、哦、来。你那些五百没收好来。来、哦，五百块来，五百。五百块够人来无？五百块够人来无？鲑鱼五百块还有人要吗？来头先搁起来。谢谢。头先搁起来。来头前方。来前面小姐，跑到你后边。够人来无？那无啊啦，剩几粒？最后剩三分也无啊。最后剩三份先卖啦。够人来无？鲑鱼还有人要吗？五百块呀。不然都鲑鱼的无？跟我头先你们在想法呀？这拢不离的，不会的，拢我你蛮无法啦。之前的金刚扎实多了，这条线，这是大块的哦。下关，海龟有无人来啊？吼，后来无人来，咱不走来。海龟你搁在吃海龟子哦，海龟子哦。海龟子哦。海龟子有人要吃无？海龟子，海龟子等于嘛煮啊，用啊最简单的炒，炒豆子、炒高蒜头对吧？炒豆子、炒高蒜头，这哦，海底无衰蛤蟆啊，啥的，一包哦多半斤重。包多半斤啦，食买啦，包多一斤啦，一斤海龟子要开了，地要开两百块二啊块，啊就是，少食个啊，你水条讲啊，当地用菜，海鲜遐煮啊，煮海鲜饭，煮海鲜饭嘛好啦，这哦超市一包卖就一包卖百二啦，两包卖二啊，你三包卖三啊，你三包卖三百，你三百块啦，斤两三食两包啦，食两包啦，食三包啦，三百了，食两包食三包三百啦。三包三百了，三百块三百块了。哦，五个人给现在三百块，六个人啊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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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块，两百了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。来，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了。吃过鸡翅过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。海瓜子两百块有人买不？两百块海瓜子两百块，海瓜子两百块，海瓜子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小了两百块不爱吃，老师教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好啦，输起啦，食袂了，买两包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有人来无？一百块，哦，一百块了，海龟四个人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个来，头前个钱，一百块啦，一百，免花，免花，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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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个一百先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个人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个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好啦，时间到，现在不错，来，开始卖，第三家有人来无？第三家是不是鱼啊？人知无？第三家是不是鱼啊？人知无？啊，比目鱼，唔对，你叫半边，对，伊个一半尔，哦，啊，比目鱼嘛是生咧对，只是讲伊个目睭无共边，啊，眼睛不同边，来，怎么分辨？左眼比目右蝶鱼的。黑白的款，没有，左眼比目右蝶鱼，看目睭咧，倒手边横，这手边。哎呀，这帅，这有人来无？这哦，鲈鱼啊，鲈鱼大只的，啥来着？大只的鲈鱼，啥来着？我好，只要要抬落地，只要抬起，要我开三百啦。只要签名要交，大家交行李啊。两，啊，只要三百，只要三百，只要三百啦，三百落地，六百，六三九百，来五百块钱，你三百五百，你三百五百，你不来哦？你不来，肯定。教各位怎么分辨比目鱼跟蝶鱼。外边啊，弄好你啊。你只要看着，两只眼睛在左边的，就是比目鱼；两只眼睛在右边的，就是蝶鱼。刘毅有人要吃无啦？哦，刘毅。可以。有钱可以。你得去用钱对吧？啊，有人哦，出去吃啊。左眼比目鱼。哦，你可以啊，做啊，做啊。这些这现在这一片啊，就一斤半才百八啊。这上届无超过两，超过超过斤半斤啊。这千八，当时还少一样，免三百，免二啊五，现在两百块的两百块两百，有耶，现在两百块的两百，两百，还有几钱？两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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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百块现在两百块，还有人要买我不用钱跟人家买的，我跟人家买的就要算算便宜一点，人家要便宜啊，对啊，没啊，来来来，来，直接先卖了，自己人直接弄来五百了，四百了啦，三百块就给弄到起啊，这突然弄起三百，三百块三百块三百。对了，这阿根廷而已，什么叫阿根廷而已？等用行业用真嘞，好吃先买了，而且现在就涨价了，几块来了，几块三块了，四块来了，太多吧？现在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对不对？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你给你好吃，五百，一人三四块来，五百，五百，还就五百，五百，现在来六至五百块，五百好了，这两天要有钱，真多钱，五百了，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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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过来了，五百好了。七八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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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裤子。三百块两块不交。裤子要再多。我就想要讲，我讲不能讲，我就想要讲。他吃什么？有什么就想你先搞个进价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张一脚，张一脚，这就行。哦，很更好来张一脚啊，别过我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别过我，后来来，等你我来张一脚，我先下卷，下卷先要啊。来了，下卷来200块200好了。没有，等你到生活好钱了，自己你要差分差财都好了。来200块200好了，你等给他差分差财啊，这样也是差，有这样也这样差，200块有人要把虾仁卷。脆皮虾仁卷200块，气炸锅炸也可以，200块有两百吗？两百。来，还有谁要来？200块就好了，加龙果啊，虾卷还有人要吗？脆皮虾仁卷200块，能八。就没得了，700块，那个等八，100块就好了，七八块，两股，三股，我给你来。来100块七八块了，七百块，100块了，全部来，两个钱。哦，前面再一个来100块了，来下卷再一个七八块了，把整个钱七八块，100块，七百块，七八，哦，下卷100块够下来七八块了，100块，还有谁要100块七八块了七八，来整个钱七八块，八百块了。一个下不下卷的，七八块，百块七八六弄可以，这要钱七八，这要钱七八五啊，这样弄来。快要输这把，先过来啊！能办，好，不要麻烦。
串人机啊，兄。哎呦！谁过来哦？上高现在最后接了，上高上高还是上高呀？很霸气哎！好起来，好不啊不啊嘞！这边就帅爷学友来，帅爷来。啊，鳕鱼500块啦，我发货了。清蒸鳕鱼、剁出鳕鱼，我发货。鳕鱼，我发货来。还一条来，两条来了。大条，唔细条啊来。还这三条来，我发货了500块。这边就帅爷，来啦，这条、四条来，我发货了。我发货。谁要鳕鱼？鳕鱼，我买啊，买啊，买啊，买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买多少？买多少？我多了，谢谢。我多了，谢谢。来，叫起来。好，谁要？快点，快点，别让你开着。不好意思，来。最后结果我发下来，我发货了，我发，最后我发，我发，最后结果我发了，来，好，请开始，过我帅一个吗？过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最后一个，后面，来最后三个客人没有来，500块不下来，过来那个鳕鱼吧，帅一啊，过来那个帅一吧，没关系，我帮你，500块鳕鱼过来嘛，我发货了，我发货了，来来来，我最后两个无啊，最后两个无啊，帅一个下来给我发货，鳕鱼还有谁要最后两个厉害不来，不行，好，可以好，来最后结果帮我。最后一个五百，来，这找我吧，已经贴啊，找我吧。哎，最后一个500，谁要没有了？最后一个都没有了，最后一个真的都没有了。500块，我爸。哎，那个什么人问的什么人啊？那个什么的虾？虾仁，虾仁，好来。后面还可以呀。后面要可以，可以。鲑鱼一份500块，一份500块。鲑鱼，你干嘛？哎，快！好行，来。鲑鱼哥现在500块过来啊，500块鲑鱼，还有人要吗？500块鲑鱼，还有人要鲑鱼吗？500块，通过了，都有了，都有了，谢谢你。过来。还有黄鱼。黄鱼。黄鱼啊，黄鱼好啊，黄鱼。哦，今日终于有人问黄鱼啊，你哈。500块叫的黄鱼啊，黄鱼4个是一款，黄鱼15、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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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4500块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好给。来，我买，我买。哦，这下一块好了，5500块的头巾都起来了，好吗？来，袋子，袋子。那你需要？袋子，袋子，龙骨袋子。哎，谢谢你，我发货了。够了，我黄鱼了嘛？黄鱼，能喂了，细喂了。这个喂过我发，现在500块我发货。我发。黄鱼够现在500块我发货，是五加五八，五加五八，一个厉害不？过来啊，我发货了。黄鱼过来，黄鱼过来，黄鱼过来。加好，没有近视也没有老花了。只有一个，最后一箱没有了啦哦。太久没有。还有谁要黄鱼的？黄鱼的还有吗？不然我黄鱼果爆黄鱼了，你要不要？好了好了。来了一只来了，来两只来三只来四只来了。我会了，我会我会。还过来不黄鱼的不？果爆黄。黄鱼500块还有人家买黄鱼，哎，你吃回来买三百三百了，300块三百，这三百够三百了没不？黄鱼三只300块有没有人要？三百来，黄鱼够了没？未来三百够三百，这3000块300块三百够了没？我300块三百了，黄鱼去3000块三百，300块有没有人要来？这整个姐来三百，来来来，帮我关掉吧，谢谢。还够三百了没？我300块还有人要黄鱼吗？黄鱼300块，黄鱼平掉，黄鱼平掉。还够两个黄鱼三位无？300块，300块有无？两位有无？我来，我来嘞！我无啦，我黄鱼无啊，黄鱼全只拢无。哎呀，你搁什么鱼啊？你搁还要吃什么鱼？那有什么什么鱼啊？无？龙虾无？龙虾，鳗鱼，还什么套餐？好，秋刀鱼，秋刀鱼。所以就我们会说你哦，这是蛮。这鱿鱼花春娇我们钓了，还带给我们虾仁的，这秋刀鱼的，鱿鱼花春娇先卖的。哦，来，都来两挂了，包皮了。哎呦，买没啊啦？啊，那就包鱼先卖，包鱼等于定价点嘛，定温价点蛮高的，打开就可以吃的，200块能包的，一条二百八十吧。
然后一粒卖八十三粒卖你要死啊，两百块了，你四粒两百了，包伊包伊两百，阿姨好不好？哎，我今年要卖你。好好啊，我前面物件啦，来这两个来。啊，来啊，这个泡水人家，我料你两百了。个人还卖两百块了，包还一粒两粒了，三粒了，四粒了，还是五粒搁两百了，五个两百块。他人家包伊嘛，两百块就两百，包伊个人还有包伊。包伊两百块，两百有无？两百有无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无人还是先感谢你啦。来，不只小刀鱼，小刀鱼来。小刀鱼为了卖虾嘞，虾嘞两百块无？好无啊，来，小刀鱼你卖两只。小刀鱼一百块，几个箱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百，干。100块，收到。两只我加落啊，十块给你。十块给你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。好，头前过来后，后边两个后。卖完停车，来。过来。二十六八十六十六二十四十六七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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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做爱啥？爱啥？爱啥？你要什么？虾仁好了，虾仁来，虾仁买300好不好？300块，虾仁300块，我靠人来无？300黑鳞300，300黑鳞300，来300块，靠人来无？300，300，哦，这个鱼啊！我要买鞋啊！我要买鞋啊！鲑鱼鞋啊！鲑鱼鞋啊！欠嘛鞋哦，哈，叫人呢？我把你穿你开起来啊！哎，恁把鞋滚啊！哎，鲑鱼买了嘿，这拢无刺嘿，足好食的。鲑鱼买了来，哎，鲑鱼买了，要蒸，要煮，味素汤拢足好食的啊！两包吧，买两包啊，买来无？买200，200，200，200块有没有人要？200块，鲑鱼尾巴，200啦。怕低哦，来200，够人来无？来200，要不要？200，够人来无？